现在就把下面时间交给刘副理牧师，请大家鼓掌。好，那我们就上一次我们讲，就是抓住上帝话语的应许，上帝怎么说，我就怎么相信，我就怎么做。那么现在我就发现，约书亚遇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是帮助我们的，或帮助我们敌人，而不是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的元帅。约书亚一个动作，马上俯伏敬拜，马上俯伏敬拜。我想这是一个敬拜的生活。我不晓得你敬拜的生活怎么样。我们的敬拜生活，当然在全体大家在一起敬拜比较热络，但是你个人也要有敬拜神的时间。分别时间，你就是在亲近神、敬拜神。那我们看到约书亚就是这样的敬拜。我发现，在耶稣面前、在神面前跪不下的、不能俯伏敬拜的，常常会有许多的问题。我们在分社教会当中，有一个教会，他们同工就任的时候，我去主持。那我们一般就是会大家跪在主的面前来向主祷告。那这一个有一个新的同工就说，牧师一定要跪吗？站着就可以吧？那一次我没有坚持，最后我发现这个教会常常许多的问题。一个在神面前不能敬拜的人，他所到之处都会有许多问题，许多的自我。敬拜就是对神完全的降服，那这个给我很大的一个功课。接着他就祷告寻求约书亚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这是祷告。我不晓得我们祷告的生活如何，我们有没有常常在向主，主啊我当怎么做，主啊就是和主的关系，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那这是祷告，这是何等的要紧。那我就发现祷告，我在牧养教会当中有一句话帮助我。我大概在东海大学服侍的时候，1970到70年代，两本书影响我一个 concept， 就是Alan Rippert 基督徒得胜的生活，基督徒胜利的工作，就是约书亚记和尼西米记他们的解经。那我不晓得怎么领受，只是领受一句话，没有祷告不要摸圣功。那我就为了提醒自己，在我的就是办公室里面，我的就是我当校牧，像我的桌子对面的一个类似黑板那样的东西，那备注栏我就写，弟兄们没有祷告不要摸圣功。我先只是写这样。那1974年我到美国去，76年我到香港参加华福会第一届的华人福音会议，那我又回到东海校园。那接我的同工就是刚刚有一个姐妹所问候的，就是卓宗敬牧师就接待我。那接待我在校园，然后走到 office 就说进到里面坐一坐。那进去他说坐哪里？坐你以前坐的地方，就是他现在的项目的地方。那我就坐下去，我就看到黑板，我说你怎么没有擦掉？他说什么？没有祷告不要摸索。他说我也需要啊，粉笔字2年没有擦掉。那我就也是很大的感触。那我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我1974年去读书，75年还在读书，因为教会需要人，那我们就祷告，以为神界的带领，那我就开始牧养。可是我不晓得怎么牧养一个移民的教会，移民的教会，所以我就看教会的周报。以前有一个林道亮牧师，你知道是这个人吗？就是华神院长，还没来当华神院长，在北美。我看到曾经看到他的文章《上帝的同在》，那我就到过我们教会讲道，所以我就打电话去，我就希望从他来得到帮助。
我就打电话去，我说林牧师，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只是知道你在教会牧养得很好，我看过你的文章，我想去请教怎么牧养移民的教会。他大我30岁，那么他就说来呀、啊，来欢迎你来。好，我就说谢谢你，我就说林牧师怎么坐公共汽车到你的教会？他说你不会驾车、啊，我说我不会。他说汽车，他说他也不知道，因为他说驾车嘛。但他说你不会驾车，我说不会。我虽然说我有一部脚踏车，他说脚踏车骑不到我这里来。然后他说什么？我去找你。我不认识他，只是为了要认识怎么牧养移民的家。他说我去找你，啊，他真的就按照时间就到我那个小小的那时候台语福音教会第一间教会，他去到我们的小小的 office， 然后他和我讲很多。第一，他是讲他讲什么？讲上帝的同在最要紧，整个教会上帝的，凡是拦阻上帝同在的东西都要从里面把它搬出去。哦，这是第一，给我第一个。第二，他注重主日学，他亲自教导主日学怎么样训练主日学老师。第三，说建立祷告会。哇哇，建立祷告会，那我想是啊，我就是在注意这样的事情，我在建立教祷告会，那我就向啊，我就向他说建立祷告会，我就问林牧师说，林牧师，你们教会祷告会礼拜几？他说礼拜三。我说礼拜三，那有多少人在参加祷告会？他说啊，礼拜三晚上我们大概有300多人参加祷告会。吓我一跳，我全部会有才140个，他300个人参加祷告会。那我就问他说，那你们教会有多少人？他说教会大概有1000人。我发现有33% 在参加祷告会，我心中很感动。可是我也注重祷告，我向他说，刘牧师，我们教会比较不同，我们向东1个小时，向西1个小时，向东南啊，还有托雷斯都是要50分钟1个小时才，所以我们140人才20几个人参加祷告会。我说向东1个小时，我讲完了以后，他说我们也是什么向东1个小时，向西1个小时，向那个，哎呀，我说地没有动，脚有动我就转下去。我人家是这样，有30% 在。以后我问他说，他们曾经为了一些特别事情，曾经到600个人参加礼拜三的祷告会。哎，我发现祷告这样，所以以后我再加上，以后我啊，这一个礼拜六要传啊，这个灵修会的时候，我会传第一个信息，约柜在我家，那里就有一个 introduction， 就是乌撒用手摸约柜，所以以后我就这样讲，弟兄们，没有祷告不要摸圣宫，不要用乌撒的手去扶约柜。你知道乌撒的手扶约柜最后怎么样？那你向隔壁说，不要用乌撒的手扶约柜。特别我们这些长子更需要好好的记住这一句话，真的是求主帮助。好，那我就注重祷告，所以在许多地方面我就做。我不晓得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是礼拜几，礼拜五早上，还有每天早上。每天早上，那每天早上有多少人参加？12到14，每天早上，哦，能先祷告以后才去上班嘛，对不对？哇，那就很好。可是只有十三个吗？好，那礼拜五早上是，哦，礼拜那早上是也是同一个时间几点？他是10点，十点半，10点半到12点。那上班的人就不能来了。对。哦。所以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样的一个时间大家可以来。那么所以我在想这个祷告何等的重要，那我就想到
我就想到一个见证，想到一个见证，对，祷告。疾风烈火有没有看过？有，曾看过这个辛巴的牧师的见证，我看得很感动，我看得很感动。我发现他啊、原来啊、他没有读神学院，可是他就很有兴趣讲道。那有一天，他的岳父是牧师。有一天，他去这个 Brooklyn 的教会讲道，讲第二次以后，那个牧师向他说：“啊，新牧师，啊，现在钥匙就交给你。”他说：“我不牧养的，就交给你。”他说：“没有，我只在做 guest speaker。”他说：“不要紧，你的岳父会帮助你，就交给你，交给你。”哎呀，他说：“上帝啊，这怎么这样？我又就觉得很为难。”那为难的时候，他是开始牧养。开始牧羊，有时候真的难处。有一次在讲道的时候，忽然间那噼里啪，那个椅子太旧了，几个人坐上面就倒了。哎呀，他说妈妈再换别的椅子，然后继续讲。可是他形容上帝啊，这种教会怎么牧羊？那人不多嘛。那有一次有一个执事来向他说：“牧师，我们发现我们的奉献好像有人拿走。”哎呦，我都已经钱在少了，还有人拿奉献，因为不晓得是谁放谁拿嘛，不晓得，所以哇，他就很难过。有一次他讲到最后，他说我讲不下去了，需要祷告。我讲不下去的时候，所以就跪在那个台前祷告啊。弟兄姊妹说，我们来祷告，大家来为牧师祷告，他们来祷告。哇，他们托大家做大声祷告的时候，哎，忽然间听到后面有一个年轻人说：“上帝啊，以后我不敢了。”不要叫警察，也不要怎么样。当上帝工作的时候，这个都发生了。哇，那他的教会就一直增长了。哇，上帝就一直祝福，一直祝，直到有一天，哇，教会在增长当中，对传道人看这本书就知道他忽略了家庭。他第三个女儿啊，不对，大女儿 Tracy， 最后是离家出走，那种。伤痛，传道人还是我们的基督徒，最难过的是你站在讲台上在讲道或是诗会，你的儿女不在教会，我想这是最大的难过。我们在见证神，可是我的儿女不在教会，我那种痛苦那难过。所以他说每一次开车去教会都是流着眼泪啊，擦干了眼泪进去讲两堂三堂的道回来，每一个礼拜都是这么难过啊。那么有一天他的身体病了，那他的岳父就给他安排到 Florida， 这是纽约 Florida St. Petersburg 去休息，去休养身体。他这边孤单一个人离开家庭，觉得很难过，可是身体不行，他这边在那等上帝啊，怎么样发展这个教会？他一直在流泪，在祷告。有一天，人家安排他们去坐船去钓鱼，哇，很多人在那边钓鱼。他说：“我忘记了，他可能拿了钓竿在另外一边，他不是在钓鱼，他是在哭。上帝啊，我怎么建立这个教会呢？怎么样复兴这个教会？”就一直在哭，一直在哭。在哭的时候，忽然听到一个声音，不是从这里进来的，是从这里进来说：“你若和你的妻子带领我的百姓呼求我的名，那么后面我给他，他是几整句话，我说我绝对不会让你。”好，这第一个，没有新鲜的主路信息，哇，对传道人我们最需要了。我不会，我一定给你主路新鲜的信息。第二。你的教会和你的家不会缺少金钱的供应，要不要？第三，你绝对没有足够大的空间能容纳我要拆进去的人。他发现不是从这里，是从这里，他发现神向他说话，哇，他就抓住了，他就发现，这是神的原则。你看历史，上帝所用的人施布真，他在讲道的时候，台下几百个人为他祷告。他发现芬尼，他怎么样一个祷告的人？他看到 A.B. Simpson
宣道会的这个创办人，上帝怎么使用他，他会看见 Billy Graham 他怎么样到要布道的时候，先头的部队，祷告的部队先去。所以他回到教会，他找到一个复兴教原则，就是祷告会，就是建立祷告会。所以他们的教会就礼拜二祷告会，那这个祷告会以后增加到1500人、2000人，礼拜二祷告会。那我学生特别去参加，还要排队，那因为是华人，人家请他别的路进去。哇，祷告会教会就一直增长，神迹奇事就一直发现。那接着呢，哇，发现他的女儿，以后发现他的女儿离家出走的事情，他的难过，当然就祷告。有一次他礼拜二在祷告会的时候，礼拜二祷告会的时候，他在查经使徒行第四章，忽然间有一个条子送到他面前，有一个姊妹知道他们家的痛苦，所以说牧师今天晚上就讲到这里，我能不能全体都来为你的女儿祷告。哇，他停下来看的时候，发现大家都静静看他，他说啊，对不起，我做牧师的巴不得能承担你的痛苦，可是现在其实我也有一个重担。他说我的女儿，我说白他说黑，我说对他说不对，我那现在离开。甚至曾经有黑暗的权势向他这样说，你到各处去传道吧，上帝祝福你，我得到你第一个女儿，我要得第二个。他说 No No，神啊不行，神啊不行。然后有一个帮助他女儿的牧师，有一天想让他想到，新牧师，你的女儿18岁了， legal age 的，就放她走吧。可是他现在说，我怎么能这样呢？有一次师母生病开刀，就是 depressed， 就向他说，我不牧养了，你要牧养你自己牧养，我带其他的孩子离开。他说上帝没有叫我们离开，我们怎么能离开呢？哇，他们一直哭，哭到最后，他的师母那一天没有离开，他最后写一首诗歌，现在还有许多的恩膏，那一首诗歌帮助很多人。那一天，他正在查经的时候接到这样，他就向他说：“我真的需要你们为我祷告。”那时候全体，他说那个祷告声达天庭，那个迫切的祷告，地都会震动的样子。那一天晚上回去11点了，向太太那天没有去，她说我的眼泪也流干了，我得到释放了。然后32个小时，你看这是礼拜二12点，32个小时就是第礼拜四的清晨，师母发现女儿回来了，他就赶快下去，他在洗刷，赶快下去。他去，女儿跪在那边流泪，拉力，妈咪，我得罪了上帝，得罪了你们，你们可以原谅我吗？不用说，最后是抱在一起哭，抱在一起哭。他在感谢神把女儿带回来，可是哭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女儿忽然睁开，就把父亲就推开，拉力，礼拜二谁为我祷告？那里低报的时候都怎么样？我在睡觉的时候感觉到我好像掉下深渊，一直掉下去，一直掉下去。有一个声音说：“把他救起来，把他救起来。”那里礼拜二谁为我祷告？祷告是预备在神的计划中与他同工，祷告是我们生命与神结合，让神借着我们彰显他的大能，祷告是预备我们参与神的事工，祷告是基督徒的生命生活侍奉的基础。你向隔壁说，我们需要祷告，祷告，只有祷告才能产生一个活泼基督徒的生命，来带来教会的复兴，建立教会唯一的途径就是祷告。初代教会的见证，第一章我们看到送了耶稣升天以后，他们到马可楼
圣经第一章十四节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我们才看到第二章的圣灵的降临，他们兴旺福音，建立教会。最叫我感动的是使徒行传十二章，雅各被砍头，希律发现大家喜乐欢喜，所以就把彼得也抓住了。抓住在哪里？放在内监里面，希望是过了月节就一样要把彼得砍头。所以十二章第五节，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我要宣告的是，当教会祷告的时候，当教会同心的时候，上帝可以差遣一个天使进到你我不能进去的地方，到那个监狱里面的那一间，必把彼得叫醒，脚镣手铐断掉，铁门一个一个开，把彼得带出来。阿们。跟着我念，当教会祷告的时候，当教会祷告的时候，当教会同心呼求的时候，上帝可以差遣一个天使，上帝可以差遣一个天使进到你我不能进去的地方，进到你我不能进去，去解决你我不能解决的问题，去解决你我不能解决的问题。阿们。阿们。我不晓得你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有没有一些事情你发现没有祷告没有办法解决的，你没有发现你生病的人在旁边，你发现哦，他许多哀莫的事情，求主怜悯。你祷告吗？所以我相信，我们需要重建个人祷告的祭坛，我们更要重建教会祷告的祭坛。我知道大家都很忙碌，但是我不晓得你听到这个信息以后，你愿不愿意加入教会祷告的行列？阿们。你肯吗？我不晓得，或者教会太大，你可以现在有早上的，假如你早上可以你就来吧。其实这一个灵命塑造课程的要求是要你去参加一个祷告会，不一定你参加每一天，但是你至少参加一个祷告会。可能不同教会来，你回去就到你的教会的祷告会去点燃祷告的火。这句话不晓得帮助我多少。当教会祷告的时候，当教会同心的时候，神做事情。有没有一首诗歌？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撕裂过归向你。每一次我祷告，每一次神都纪念。所以在家里面，你们假如夫妻一起来的，你们一定晚上要一起祷告。你祷告什么？你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祷告，为你的儿女祷告。哎，张长老，你几个孙子？三个，所以不会太多吧？名字都可以。感谢主，我师母啊，我第三个女儿现在生下第十一个，我们第十一个孙子，我就把他们名字，家里为家庭祷告的时候，把他们的夫妻孩子们写出来。那一个撒母耳说，我绝对不因为没有祷告而得罪耶和华。所以你有儿女的人，你记得你的凌晨杂技有一段就是代祷，为你的家庭还有为教会祷告。我不晓得你怎么说，我不晓得假如你有这样的感动祷告看到神。这是我自己经历，我再讲一下，我们可以点休息。我2001啊，在台福教会，我们遇到许多的难处，许多的难处，借着祷告，上帝来到。在这里，我们看看，
思想，属灵的能力永远连结与神相交。如果我们不祷告，如果个人不渴求神的存灵在，我们永远无法达到我们可能在他里面所能达到的潜能。我相信神给双年教会有一个莫大的潜能，但是如果我们不祷告，如果我们不渴求神的灵在，好像我们没有办法达到那一个最美的。如果我们的教会不可实现，我达到一样，我就在 repeat 我的潜能。所以在这里，那有一次，我2000年，我牧会25年结束，因为神学需要更多的时间，我就更有时间到外面，到各地方去，就是介绍神学院，带培灵会，还有招生。有一次我到迈阿密，那个教会十周年，我和师母去。哎，那一次去的时候，我看到圣灵大大工作。可以怎么说呢？那个最忠实的慕道友出来，在聚会中出来流泪来接受主。你什么叫做最忠实的慕道友吗？教会开拓几年，他慕道几年，这个叫最忠实的慕道友。在每一个里面，太太信主了，还有负责煮饭，所以他也帮助煮饭，都来了，没回去，都是在教会忙。可是我说这是最忠实的慕道友。哎呦，好几个这样子信主啊，我看得很感动，我就向这个牧师，那时候一个牧师，我说感谢主，我看到圣灵大大工作。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刘牧师，为这一个聚会，我们有3个礼拜的连锁进食祷告，这些人都在我们祷告里面。阿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工作。所以我不晓得，我希望你们有一个决度，有一个决心，你是不是参加教会的一个祷告会？假如没有，你们就 create 在牧师同意之下 create 你们小组。我知道我们许多长老都在带领小组，对不对？你们小组就建立祷告的祭坛。假如他们清早不能来，就建立祷告的祭坛。你再想想，你怎么建立祷告？不管如何，你我既然参加这个课，都需要重整我们祷告的祭坛。阿们。我们祷告，你有一点时间思想，你向主回应，主，我可以怎么样参与教会祷告祭坛的重建？主啊，我知道你在呼唤我们，你在呼唤我们回到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借着祷告和你亲近，来带动个人灵命的复兴，也克服我们许多不能克服的，也在教会遇到所需要复兴的作为，就是借着祷告。主，当我们的弟兄姊妹在思想的时候，你向他们感动，向他们施恩。不管如何，就是要重建祷告的祭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休息10分钟再继续，谢谢。让我看到第一点是抓住上帝话语的应许，第二点就是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下，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下。那我就是注重祷告。我不晓得我们的长老们啊，你们好好的思想，哪一个时间可以带动双年人可以同心祷告的？我不晓得，因为有的人要清早不起来，那有时希望不起来，时间不适合。那我听说有礼拜天早上有8点的啊，听说有20几个人在祷告会，感谢神，求主来帮助。好，第三点，重整与上帝生命的关系。约书亚就俯伏敬拜，说：“我主有什么吩咐仆人？”哎，你看，约书亚俯伏在耶和华军队
元帅的面前匍匐在那边，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他在想什么，他期待上帝向他说什么。你想他在看耶利哥怎么攻，哇，又想到以前的事情，然后遇到耶和华军的元帅，知道以后就匍匐，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你想他期待神向他说什么，要怎么打。哦，这是他讲，今天我们都希望上帝告诉我们怎么样复兴教会，怎么样使双年教会复兴起来。阿们，你期待吗？期待。可是上帝没有先向你说怎么，他先向说脱去你脚上的鞋，你要为主做什么事情，先脱去你脚上的鞋。你还记得吗？摩西遇见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向他说什么？脱去你脚上的鞋，因为这是圣地。你要为教会做什么？先脱去你脚上的鞋，先你自己慢一点想，你要为教会，你这个人，我这个人，先要被对付，脱去脚上的鞋，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是，我们就发现确实是这样，就是慢一点讲教会，慢一点讲耶利哥，先讲我这个人，我这个要去攻打耶利哥的人，我这个要在教会服侍的人。他说脱去你脚上的鞋，神对摩西也这样讲，神对约书亚也是这样讲，约书亚这样讲，脱去脚上的鞋。脱去脚上的鞋是什么意思？好，给你一分钟，两个人谈，脱去脚上的鞋是什么意思？好，谢谢。好，脱去脚上，你想是什么意思？啊？劳我处理，还有什么？污秽。污秽。好，这些东西都拿掉是什么意思？哎，请问鞋是什么时候穿的？从几岁开始穿的？其实还不会走路，妈妈就已经准备一双鞋了。有哪一个人生下来鞋子穿出来的？没有。所以鞋子在世上穿的。哎，那我们有一个习惯，进到家里我们就脱鞋，对不对？好，你知道吗？清真寺，回教的清真寺，你要进去要怎么样？你不脱鞋对他们是大不敬。哇，所以脱去脚上的鞋，一方面脚污秽我们也脱下来，哎，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好好来思想。对，耶稣呀就照着行了。我常常发生一个问题，这个是最要紧的事，我们有没有照着行。我忘记上个礼拜有没有讲这一个博士，有没有博士来找耶稣，对不对？有没有讲这个？有。哦，这怎么样？他最后假如没有遵行，哪怕你奉献，哪怕你用心来找耶稣，都没有用了。耶稣被，就是被希律杀死了。所以要紧是遵行。你在这里所听的，听很多，那个都其次。要紧的是你听到的时候去遵行。哦，这个才要紧。森林里面的遇到故事，我在这里我就想到，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我喜啊，大学的时候喜欢讲故事给这一个野外主日学。那
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森林里面的故事，那是正道出版社，现在就很少，一定要在老的书里面。可是我在准备这个，我就想到这里，他说森林之王是谁？狮子。啊，有一天森林之王就大叫，集合集合集合，哇，所有动物都集在一起了。哇，大家都看到大王这么大的大声是什么意思？报告大王是怎么样怎么样？你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看到？看到什么？现在是旱灾，你看树叶都枯了，草都黄了，地都龟裂了。大王，这是什么？这个叫做旱灾，没有水。那大王怎么办？我们一定要生存，就是要找水。好，那么他们就大王，那我们不晓得怎么做。大王说：“我来。”大王就说：“嗅觉最敏感的动物都出来。”嗅觉最敏感的动物是什么？哦，狗。你在那个海关的时候，假如一只狗坐在你旁边，你就知道危险的，对不对？所以狗哇，这嗅觉就是在那边嗅嗅嗅，那么。他就一群狗就来，狗像说：“你们嗅嗅看哪一个地方有水汽？”哎呦，这个怎么嗅呢？可是王已经命令了，所以他们就分，有人向东向西，他们一直弄到最后，他们讨论说：“报告大王，不是很清楚，但是会不会这那边的东方比较有水汽？”那么这个飞鸟，那个王就说：“鹰鸟飞上去，看看东方是不是有这样的现象。”那鹰鸟就飞上去，以后飞下来说：“报告大王，那边好像有一点绿色。”哇，这个大王就说：“全部向东走。”哇，他们就一直向东走，向东走。哇，也说可疲惫的啊，他们就一直走，可最后看到瀑布了。哦，他们充满高兴。实在是等不及了，就冲过去。可是发现冲到一个地方，就冲不过去。奇怪，怎么有一个无形的墙把他们拦住了？他就大王道说：“怎么不过去？大王，有一个无形的墙把我拦住。明明看到那边有绿洲，明明看到那边有水泉，可是这边干旱就不能过去。我们怎么能过这样的生活？”大王说：“一定要克服。”有什么拦阻我们民族的生存？那大王就想一想，体积最大的出来，哇，每一只大象都出来了，我就命令嘛。大王就说：“一二三，冲，把墙弄掉。”哇，他们这个每一只大象来，一二三，哇，那个声音。就不敢想象，听到一个声音，砰一下子，墙没有倒，每一只象都倒。有时候会想，养胖有什么用？这时候大王又想，吨位最大的出来，啊，犀牛，哇，都看到那个盔甲，就好像要打架的那个盔甲，啊。像有问题，你们解决。哇，这个一二三下去，哇，那个重量更是大，摇地都摇了。也最后听到砰一声，墙也没有动，每一只犀牛都摇头，因为怎么样，脚都断了。这个是什么墙？那脚都会断。哇，他们就更紧张了。这时候，这个王也开始紧张了，没有办法嘛，王就说。那一个鹰鸟飞上去，看什么拦阻，我们还是要过去。哇，鹰鸟一直哇，一群鹰鸟飞飞飞飞，飞到看不见了。那王说，他们大概过去了，找到路了。可是不久又飞下来说，报告大王，塔顶通天。哇，这个大王是什么？怎么这什么墙？然后就少说，填死什么老鼠、田鼠能挖的那些东西都出来。所有地鼠、田鼠都全部出来，上面不能往下面。我挖下去的时候，都尽了，哇！他们就一定找到路。
可是过不久他们一个个跑出来说，报告大王，墙底通地心。哇，这时候他们就紧张了，这个王就说，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吗？这时候他们就在那边哀嚎的时候就说，那我们怎么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这时候慢慢的他们发现什么，他们就开始发现那个像也差不多一段时间了，大概恢复了，像开始头一直摇。那大王就说，你们怎么样了？他说，报告大王，我们看到那一个墙的。你说报告什么墙，赶快讲出来。他说，不好意思讲，讲出来为了民主的生存，怎么拦住我们可以过去得到那个应许，但那些水绿洲的指引，那个最后他们就讲出来，然后我们讲过的那个墙叫自大，那个墙叫自大。艾利芬说他们是亲自的。接着我们看到那个犀牛说，我们也看到那个墙叫自视，就自我坚持。哇，那个鹰鸟他说，报告大王，他们讲的我们也讲，那个墙叫自高。你知道那个毕业典礼的时候戴方帽的鸟是什么鸟吗？猫头鹰。我这个时候跟他一群人报告大王，我们也看到那个墙叫自义。哇，我们就看到那一个懒懒散散的那个动物，他头发都慢慢的脱落。他说：“报告大王，我们看到你们是看到什么？我们看到芝麻。”哇，青蛙在那边叫，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那他说，大王说：“你们是看到什么？你们为什么叫？”他说：“我们看到，因为他越叫的时候肚子越大，越子越大。”他说：“那个墙叫自夸。”讲完以后，大王开始摇头摇头摇头。我摇那么快，大家说大王你怎么样了？他一直摇头。大王你是不是也看到了？他说别哭。那大王你讲出来呀、啊？他说不好意思讲。我们都讲出来，你怎么不好意思讲？他说我讲那个墙叫自傲。哇，大王讲他自傲的时候，忽然间那些狐狸，一群狐狸就尖叫了。他说：“大王，假如你敢讲，我们也敢讲。我们看到的墙是自欺。”啊，这时候一些小动物就说：“报告大王，我们也看到。那你们这小窝窝头看到什么？自贬。”有一些小动物说：“那我们也看到叫自怜。”哎呦，另外有一些更小的动物说：“我们看到是自卑。”哎，最后大家都看见了，那个墙叫自私。最后都看见那个墙叫自我。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在这里，这些没有解决，你我的灵命不能成长，这些都是拦阻我们成长。我就在教会当老大。上个礼拜我才说你们没有当老大，可是确实教会有许多老大他不同意，什么都不同意。你要怎么处理？自我很大，凡出的神作为他已经大过神要求，怎么处理？失掉，你现在可以说失掉。失掉。有时候我们在坚持什么？主，我没有任何坚持是你不能改变。可是我这几天遇到有一个神学生，他就说。真的很难，很难。我就是要，就像有一个说 ，For everybody, not for me。他
坚持。我们昨天开 party， 就是宿舍放松的意思。那今天早上在清晨的时候，在早上的时候，他就说：“不是我昨天故意不来。”
当初不是他的小孩，是他知道说我不能再继续活下去，我已经有了，我已经满足了，满足了你的灵性，让我跟夫说长老说你最近年命怎么样？差不多的。只有主知道，让他们谦卑，在这里要怎么处理？有时候在教会，牧师长老要你帮助一点东西，不行不行，你找他，我不行，我不行，一直没，我不行，我在教会没有什么，我又没有什么学问，这个自卑要怎么处理？你现在可以说不要自卑。你我看见今日你我个人的光景，我希望今天晚上或是这几天你就写回应，你回去在神面前祷告，好好写回应我个人的光景如何，而且你向神祷告，主我就要撕掉这些，假如有一些东西你还要撕掉的，你回去想你要撕掉什么就撕掉，撕掉，主啊让我把它撕掉，这是一个重整与神生命关系的时刻。注意，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有拔出来的刀。哎，拔出来的刀是什么意思？一个将军拔刀是什么意思？两队，我们没有看到，古战场。但是在电影里面有两队兵马，一群在那边，有那个雄赳赳气昂昂，带着那个骑着最高的马的，这边喊来喊去，喊来喊去，最后这一边的将军就把刀拔出来，你听到一个什么声音？杀！杀！约书亚的刀在哪里？
约书亚的刀还在刀穴刀鞘，可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已经拔刀出来，他已经准备好要带他的百姓征战。有时候我们常常在想，我们怎么为主，我们怎么教会怎么发展，不要忘记他已经拔出来刀，他自己原知道要怎么做，他自己，我领受这句话是很大的感动。礼拜六我再会加强，耶稣面对5000人的时候，向腓力说：“我们常哪里买饼叫人吃呢？”腓力说：“就是有20两银子，买饼也不够。”可是耶稣说这话，6章6节，他自己原知道要怎么做。要发展整个双年教会，他自己原知道要怎么做。我们这一群人就是需要去等候，去脱下鞋子，把这些都拿掉以后，让神向你说话。注意，当你遇见耶利哥的时候，不忘立刻注意，有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正在旁边，正要扶持你，正要带领你面对你的耶利哥。在上一个礼拜我们就讲，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耶利哥，每一个家庭都有你的耶利哥，是你以前没有遇见过的。可是不要忘记，每一次你遇到耶利哥，请你不要一直注意耶利哥，要马上知道转到耶和华军队，因为耶和华军队元帅答应不离开你。你要赶快找耶和华军队元帅，从他领受信息。约书亚所以能带领以色列人攻克耶利哥，是因为他遇见了耶和华军队元帅。我今天用这样的题目，重新遇见耶和华军队元帅是什么？是你以前遇见过，阿们，你以前经历过，你以前也曾经走过红海，你以前曾经旷野有玛纳给你，你曾经磐石水给你供应，你又曾经走过约旦河。但是连耶稣亚都需要重新遇见耶和华军队元帅，所以你向隔壁说，我们都需要重新遇见耶和华军队元帅。我们经常要重新遇见他，是因在他在他面前俯伏敬拜，完全的降服，并且愿意脱去我们脚上的鞋子，遵他而行。我不晓得今天你回去好好省思，我鼓励每一个人都做作业，正像曾长老讲，就说几行都不要紧，代表你教了，你做了，而且我们的助教文字传道很乐意的要帮助你。你今天给他，他下礼拜就，你用写的，下礼拜就给你，那你 email 过去，那一个礼拜他就会解决。我需要脱去我什么样的鞋子？今日在这灵命塑造的第一刻，重新遇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是否遇见他？我巴不得今天晚上，当你回去的时候，你好好的祷告，好好的思想，这一个礼拜好事完全的降服，是否在前面哦？这一个学期，愿敏锐于圣灵在你身上的感动，愿意让神来塑造你，继续对付自我悔改，拿去神在个人身上一切所不喜悦的事，好叫我们能时刻重整和神生命的关系，能更深的被神塑造。
我愿意，爱我愿意。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的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得自由释放。后面的回应，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的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让我们对主降服，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我想这一刻要结束的时候，我希望你已经开始遇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要向他说，我愿意顺服，我愿意降服。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结束。